现在具备准备若干条例，行使持续正式拒绝。
我外公已经亲自告诉他，现在不方便。家跟上兄弟对外一去，他们创作乌鸦飞单，是阮是个电话亭，阮先生对面就是做高龄院，变成阮家做这个家人。我感谢这些亲戚们，这里好欢迎。我感谢你将我让我感到自己的家，因为你到我们广场，朝阮家的安静的气氛，一切沙发。两年时的六祝地天的事开始增长平安希望的大家。是我们的六年今年中会那个大白中会你会很顺利开过很顺利来完成。你会很感谢你我们有一个双子姐姐干部来提的因为这里就是因有地的有病的有好塞的钱。我们要分别给你中文的目标，当心下地和祈祷，当心学生最尊重这款心情，来学生教会十三，信心的一地地，会通来超出上帝之意，所有做的代志，会通给上帝欢喜，是最上帝，咱就看这对的事来应验上帝，啊，不是最特别看这对的事来夸夸自己。包括因的学生，哦，我们三个时间，包括因的欢迎，能扩大顺利，变成上帝的家。只要我们看见这边社会上的光亮，一定一切这个，一个记得的例子，因为这个大家的也要做，有意义的空间，分别这里引领，我们在因安尼做是无合理的。而因为扩大华人工，能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也帮助我们政府执行者可以对你有执行责任的，有勇敢来做专门政治的时间，要好好阮的社会安尼扩大公平，扩大大家和和快和谐快乐。阮以为要为着阮教会一个阿姐跟许人辛苦欠安。心情能这样，质量感动在你的稳定，你许多人的心情、心事、因平安，照顾因身体，那欠满人也得到因平安。我很感谢你，我这个一个关心一家，未来也是祝我们四叔有大喜的得力，我你开我的心门，我就通来接纳。是阮的心门，真做伊的圣殿。我你讲伊伫遮，阮伫遮所听的，真做阮买来一礼拜会开来个房间。阮来祈祷感谢，佮做下来祈祷呢。下面咱来做信仰告别，信仰告别是伫印尼周伯家吼，咱当面出声来读。我信上帝。创造通地人甲万年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着耶稣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为了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便是第四个话，显明上帝的仁爱公义。让咱甲上帝过河，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心思开来，互阮伫底互相做见证，伫教主过来，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的甲上帝尊敬。教会是百姓的团体。受教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真理，最合格的使者是普世，各殿军的本地，引导所有的人民，为是出口来真侪五人的记号，万是人对上帝的恩典来对待，坐伫下面。今天信心话，愿跟上帝万是。上帝予人有尊严、才能，一直享福，来有分伊的创造，
有责任甲义务，共咱管世界。对安尼，咱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分个符合各地区真实的心，总是人有多，无用这个意思。破坏人万里甲上无缘，所以就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阿姐，伊着从林边顶，伫基督真济新创造人，互世界真济祝福，充满欢喜、平安、甲欢喜。阿门。你上帝话吼，安尼打了牌，打了快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安尼请你弟姊妹。请咱大家来读上帝的话。我阁讲，继承人虽然是全部财产的所有者，伫未成年的时，甲奴隶有啥物差别？一直到老爸所定的日子，就是监护人甲管家的监督。咱嘛亲像安尼，伫灵性未成年的时，是宇宙间的心灵支配做奴隶。不过时机到，上帝找家己的囝。予伊对付人人来出世，活伫律法下，为着要救赎活伫律法下的人，通予上帝把咱收起来做子儿。因为恁是上帝的子儿，伊有找伊的子的心入恁的心，予恁叫阿爸爸。安尼你无阁做奴隶，是子儿。既然是子儿，上帝就予你做继承人。以前你毋捌上帝的时，做遐本质，毋是神的神明的奴隶，受因支配。毋过即马伫恁已经下，也是讲互相对白，是安怎？恁搁倒转，搁倒去找遐个无力、搁无路用的神明，做因的奴隶。恁守特别的日、月、甲年啊、节啊，我惊了，我为着恁所做欲做的，拢是白白做。以上。多谢粉丝姐，所以咱要来献诗吼，咱要请圣诗是184首，请时间。